小懒猪，睡醒了就别装睡了。你怎么知道我醒了？因为你刚刚笑了，而且你昨天晚上做梦也一直都在笑。我们是不是该起床了？今天就不上班了？我才不要呢。你不要什么呀你？作为助理，我必须要提醒你，你今天和贺总还有招标会要开，所以我建议你现在赶紧起床洗澡换衣服。我让前台给你准备好早餐，你觉得行吗？不太行。那好吧，那你就继续赖床，我可起来了。